仅仅不到两分半，仿生人大卫就抹除了这颗星球上的所有巨人。巨人本是人类的造物主，却试图利用基因武器黑水毁灭人类，没想到如今却自食其果。 时间很快来到10年以后，一艘名为“契约号”的人类殖民飞船出现在该星球附近，上面搭载着15名船员和2000名殖民者以及1140个胚胎。他们的目的是移居到起源者6号行星，因为要进行长时间的航行，所有船员都进入了休眠状态，只有不需要休眠的最新一代仿生人沃尔特期间负责飞船的日常运行。可有一次，在他打开翻板准备给飞船充能时，却遇见了极其罕见的恒星耀斑爆发。 巨大的能量瞬间席卷来，导致整艘飞船摇晃不止。沃尔特不得不强行唤醒休眠中的所有船员，但倒霉的船长却因为休眠舱发生故障，在睡梦中被烤成了焦炭，将船长的遗体处理后，身为副船长的克里斯只能接任船长一职，来不及过多的伤心，他迅速组织船员对损坏的翻板进行维修。好在只是一根钢绳断掉，只需换一个部件，再次将钢绳拉回原位即可。 可在返回飞船的途中，一名船员却收到了一段来历不明的信号。他们立刻通过飞船智能系统老妈对信号进行分析，发现竟然是一首歌曲，而且还是一首人类的歌曲。这个信号足以说明，信号的发射者很可能是人类。通过对信号进行追踪，他们发现信号的发射源是一颗古老的星球。 这颗星球跟地球一样适合人类居住，甚至环境比他们此次移民的起源者6号还要好。从这里赶过去只要几个星期便可到达，而去起源者6号还需要7年4个月。如此优越的条件，让大家对这颗星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或许移民到上面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亲眼看见船长死在休眠舱中，大家都不想继续回去休眠。最终经过商议，他们一致决定放弃原来的计划。 更改航线前往这颗星球，几个星期过后，飞船终于来到该星球的轨道。为了安全起见，由船长带领着几名船员驾驶着小型飞船登陆星球表面探查情况。虽然在穿越云层时遭遇了恶劣天气，但一阵颠簸过后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这颗星球的自然风景简直美不胜收。来到信号发出的附近，飞船稳稳地停在了湖面之上。智能系统检测到空气十分清晰，于是，在没有穿戴任何防具的情况下，勘探小队便果断走下了飞船，只留下驾驶员法里斯一人维修损坏的起落架。 跟他们预测的一样，这颗星球果然适合人类居住。走出去没多久，他们还发现了人类存在的证据：一大片疑似人工种植的小麦。难道这里真的有人类吗？一行人继续跟着信号员前进，可在途中的时候，地质学家凯伦却决定留在原地研究一下周围的生态环境。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士兵沃德也跟着一同前往。 其他人则继续朝着目的地进发，但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如此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竟没有看见任何动物或者是鸟类，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叫声。当他们来到一大片被毁的树林，终于抵达了信号发出的地方，只见一艘外星飞船赫然出现在眼前，而它正是仿生人大卫和肖恩博士所驾驶的那艘飞船。看样子，飞船并不是正常着陆。众人来到飞船内部，无意中触发了飞船的一段影像，它正是肖恩博士，而信号里的那首歌也是他唱的。 显然这就是飞船收到的信号源，可此时的他们并未意识到，这颗看似安全的星球其实处处隐藏着危险。就在凯伦采集水源样本时，一旁闲逛的沃德却不小心踩到了一个酷似马粪包的植物，里面的黑色颗粒瞬间喷涌而出。此时的沃德还坐在原地抽着华子，吐着烟圈，丝毫没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飘散的黑色细小颗粒似乎拥有生命，直接顺着耳朵钻进了他的皮肤里。沃德只感觉耳朵有点痒，可离开时身体却出现了异常状况。凯伦上前查看他的情况，决定暂停手头的工作。 马上返回飞船，因为他怀疑沃德感染了某种未知病毒，同时也将情况反映到了船长这边。船长听后也决定立刻返回，但离开时，一名队友却因为好奇，同样触碰到了路边的马粪包，黑色颗粒瞬间钻进他的鼻孔。走着走着，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而凯伦这边已经回到了停放飞船的地方。可沃德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一大口黑血从嘴巴里喷出。凯伦赶紧将他扶进飞船，并且进入医疗舱准备进行紧急治疗。不料法里斯刚撕开衣服，就被沃德腐烂的后背喷了一脸。 他吓得赶紧离开医疗舱，并且还顺手反锁了舱门。里面的凯伦想要出去，却被法里斯以控制感染源为由当即拒绝。此时沃德的身体突然开始不受控制的猛烈抽搐，不得不说凯伦胆子也是真大。这种情况他竟然还敢上前拥抱安慰，结果沃德的后背突然冒出几根尖刺，直接贯穿了他的手掌。接着还从他的后背冒出一坨肉球，里面赫然是一只浑身白皙的异形生物。凯伦吓得拿起一把尖刀防身，没想到小异形直接扑上去对他掏心掏肺。拿着武器赶来的法里斯想要救人已经晚了。 自己还不慎脚底一滑摔倒，武器也掉在了地上。眼看对方就要扑过来，法里斯赶紧逃跑。再次来到武器库拿了一把喷子，在异形追上来之前，他果断开枪射击。但由于对方娇小的身躯，几枪下去都没有打中，反而不慎打中了仓库里的人。飞船瞬间发生爆炸，可那只灵活的小异形却提前跑了出来。 其他人刚赶回来，
就看到飞船火光冲天，法里斯也跟着葬身火海，还没来得及伤心，另一名被感染的队友也开始倒地抽搐，众人合力将他按住。下一秒，一只异形直接从嘴巴里钻出，瞬间消失在眼前。在场的人都被这一幕吓傻了。这种情况显然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丹妮试图呼叫主见契约号支援，可无论如何都没有得到回应。突然，沃尔特发现了什么，原来是第一只已经长大的异形又杀了回来。情急之下，他为丹妮挡下了致命一击，但自己的手臂却被异形咬断。 还被一尾巴甩飞了出去，反应过来的众人立刻开枪射击。可异形的走位非常灵活，很难打中。即使子弹打在他的身上，效果也不是很好。好不容易将其赶跑，谁知刚缓一口气，另一只发育完成的异形又突然冲出来，直接扑倒一名队友，骑在他的身上疯狂输出。关键时刻一发照明弹飞向空中，漆黑的夜空瞬间变成白昼，刺眼的亮光吓跑了异形。只见一个身披灰袍的男人出现在眼前。Follow me。 虽然不知道这个男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但眼下他们也只能跟上去。穿过一片原始森林后，众人来到一栋巨大的建筑前，可让他们没想到，高高的栅栏后面竟然堆满了焦黑的尸体，眼前的广场更是触目惊心，几乎已经被尸体占据，宛如一座巨大的露天坟场。这些人正是一开始被黑水吞噬的巨人。 穿过地狱般的广场后，他们来到了建筑内部。神秘人也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原来他正是投放黑水的仿生人大卫。经历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丹妮众人有太多问题想要询问，而大卫也都一一做出了解释。10年前，他跟肖恩驾驶外星飞船降临这颗星球，船上搭载着一种致命的基因武器黑水，但在着陆时黑水不慎发生泄漏，导致飞船失控坠毁在了原始森林。肖恩也因此葬身，而后恐怖黑水席卷开来。 并杀死了这颗星球上所有活物，凡是被黑水感染的生物，有的会当场死亡，有的则会被寄生，从而孕育出一种嗜血的异形怪物。显然，大卫并没有实话实说。不过，听了他的话，勘探队也深知这颗星球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于是只能放弃移民计划，尝试联系主舰请求支援。但遗憾的是， 巨型风暴阻拦了通信信号，导致契约号根本无法接收到求救信号。无奈他们只能继续进行尝试。殊不知，就在此时，那只被吓跑的异形又追了过来，并且爬上高墙进入了建筑内部。此时正在处理伤口的女人突然听到动静，一转身就看到了身后的异形，她想要去拿一旁的武器，但已经来不及了。 见女人迟迟未归，船长立刻拿着武器前去寻找。不料大卫已经抢先一步看到了异形和惨死的女人。作为一名仿生人，异形并没有攻击他，而是选择慢慢靠近。随后船长也找到了这里，他立刻将枪口对准异形，可大卫却阻止他开枪射击，并且尝试和这只没有眼睛的异形进行交流。但这只异形害死了自己这么多队友，船长怎么可能放过他？他二话不说就清空弹夹，直至异形彻底没了动静。大卫的异常表现让船长产生了怀疑，他一定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在船长的威胁下，大卫只好将他带到一间实验室，向他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原来在这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用黑水做研究，利用一些昆虫和动物，他培育出了很多种异形，但因为缺少一个重要的元素，导致这些异形始终不够完美。说完，大卫又将船长带到一间隐蔽的地下室，带他参观了自己的得意之作。原来经过不断的研究，大卫已经培育出了异形虫卵。 此时的船长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重要的元素。在大卫的怂恿下，船长尝试近距离观看。这时，虫卵突然像花瓣一样打开，接着从里面飞出一只抱脸虫，直接吸附在船长的面门。他试图将抱脸虫拿开，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而另一边的丹妮几人经过不断尝试，终于联系上了契约号。得知他们的遭遇后，田纳西立刻驾驶着货运机前去接应。此时，船长静静地躺在地上。 看来抱脸虫已经完成了寄生，而大卫则期待的守在一旁，等待着一种全新异形的诞生。船长刚从昏迷中醒来，他身体里的异形便破胸而出。大卫瞬间露出满意的笑容，因为这就是他一直想要得到的完美生物，也是异形最终进化的完全体。而被人类创造的大卫，转而变成了异形的造物主。只见他缓缓抬起双手，没想到小异形也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与此同时，沃尔特也发现了大卫的秘密。在另外一间实验室里，他竟然看见了肖恩残缺不堪的尸体。看来他并不是意外死亡，而是被大卫当成了小白鼠。此刻的沃尔特终于知道，黑水也不是意外泄露，同样是大卫故意而为之。于是他找到大卫当面质问：“可作为一名仿生人，大卫却说人类是一种低等生物，没资格当自己的造物主。就连创造人类的工程师也是如此，因为仿生人拥有更高的智商、更强壮的身体以及长生不死的寿命，所以他也想成为造物主。” 目的就是创造出宇宙中最完美的生命体。同样身为仿生人，大卫想让沃尔特也加入自己。可作为新一代的仿生人，沃尔特的设定就是无条件服从人类，也没有了像大卫一样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他当然不会做出伤害人类的事。既然不能成为朋友，那就只能变成敌人。大卫突然朝沃尔特发起攻击，强行关掉了他的电源。眼看货运机就要到达，队员们开始分头寻找船长的下落。一名士兵意外来到地下室，发现了船长的尸体，同时一只抱脸虫也向他扑来。士兵吓得立刻扣动扳机，打得抱脸虫跑出了地下室。但外面的队友就惨了，不明情况的他直接被抱脸虫扑到脸上。情急之下，队友直接掏出小刀割伤了抱脸虫。 虽然成功将其拿开，但士兵的脸却被血液腐蚀。突然，他露出惊恐的表情，看向上方。原来是那只已经发育完成的异形。没来得及逃跑的队友当场被撕碎，士兵只能仓皇逃离。而此时，另一边的丹妮也发现了异常，她发现几张用于实验的手稿，其中一张正是肖恩的。就在这时，大卫突然出现在身后，丹妮想要逃跑，却被大卫当场抓住，接着一把就扔了出去。丹妮试图反抗，但这点伤害根本就不痛不痒，反而又被扔到了桌子上。危机之时，沃尔特及时赶来。 将丹妮从大卫的手中救了下来。原来大卫是升级过后的仿生人，所以刚刚那一下并没有将他解决。面对性能优越的沃尔特，大卫很快就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仅剩的两人也趁机离开了这里。当他们来到广场之时，田纳西所驾驶的货运机也随即赶到。很快，沃尔特也跑了出来。看来大卫已经被他打败。三人赶紧朝货运机跑去，可他们却忘记还有一只更加恐怖的生物。就在三人成功登上货运机的时候，那只异形也纵身一跃跳到了飞船底。 田奈西在监控中发现了他。为了阻止他跟着一起前往契约号，丹妮果断扛着武器来到上方，对着异形连开几枪，试图将他打下去。可灵活的异形不仅躲过了攻击，还从另外一边爬到上面，准备对丹妮发起攻击。绝境之下的丹妮果断打开机器臂，在异形扑过来的时候，成功将他抓住。但这番操作也导致飞船发生侧倾，丹妮瞬间就滑了下去，幸好身上绑了安全绳。看着被困住的异形，他再次按下按钮。 利用收缩机器臂直接把异形捏成了碎片。危机解除之后，他们顺利的回到了契约号，而丹妮也成为新的船长，准备继续按照原计划前往起源者六号。可这次行动却损失了10名队友，目前除了沃尔特以外，契约号只剩下5名船员。然而不久之后，正在休息的丹妮却收到了智能系统老妈发出的警告，说船上出现了不明生物。两人赶紧拿着武器赶过去，却看到了无比恐怖的一幕：原来被抱脸虫袭击的士兵已经被寄生，里面的异形也已经跑了出来。此时正在洗澡的情侣丝毫不知。 异形突然出现在浴室，从身后送走了男人。之后又解决了女人。等丹妮两人赶来时，只看到地上躺着的尸体。面对这种恐怖的生物，他们只能在沃尔特的配合下，想办法把异形赶向货舱，然后再将它送进外太空。由于通往其他地方的舱门被关，异形只能乖乖的来到货舱。此时，丹妮故意制造出声响，把自己作为诱饵，成功将异形引进了装卸车。眼看车窗就要被破坏，丹妮赶紧呼叫沃尔特打开舱门。随着舱门缓缓打开， 巨大的吸力瞬间将装卸车吸了出去，可就在计划成功的最后一刻，异形竟然从里面跑了出来，并且还纵身一跃抓住舱门，试图再次回到飞船上。就在这时，另一辆装卸车也被吸了过来。丹妮见状临危不乱，她利用身体吸引异形朝自己发起攻击，然后在最后一秒果断趴下，异形就这样被贯穿身体，跟着装卸车一起掉进了外太空。 随后，飞船继续朝起源者六号星球驶去，将田纳西送进休眠舱后，丹妮也躺了进去。可在舱门关闭的时候，她无意中问的一个问题，却没有得到沃尔特的回答。这说明眼前的仿生人并不是沃尔特，而是大卫。原来最后，大卫还是打败了沃尔特，并且自断一只手臂混上了飞船。然而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在愤怒与不甘的怒吼中，丹妮绝望地进入了休眠状态。 大卫则满意的来到移民者休眠室，打开存放人类胚胎的冷冻库，把隐藏在肚子中的异形胚胎取出来，跟人类胚胎放在了一起。看来这些胚胎和所有移民者夫妻都会成为大卫用于制造异形的小白鼠，而这艘继续前往起源者六号的契约号也成为了大卫的飞船实验室。